中央气象署在今天下午2:40，针对了7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，部分地区的降雨时间恐怕会持续到晚上，邀请大家特别留意雷击还有强阵风。那么在高雄可以看到雨势不小，而受到雷雨的影响，高雄的小港机场还一度暂停地面作业，有12个航班更是因此延误。